哎，怎么了，姑娘？大哥，大哥，你们是不是花椒？花椒？对，你看我这花椒剩的也不多了，我着急卖，你们可不可以帮我收了一下嘛？这，我们这收来也没有用呀。你看嘛，我这花椒好得很，这又红又香嘞。但是我们是收来是真的没有用呀，姑娘。大哥，你们真的不收吗？真的不要，你拿回去吧啊。哎，姑娘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大哥，耽误到你们时间了。哎，那你这花椒呢？等一下，大哥，你还想着谁？要不我就看一下你这些花椒吧。你看嘛，你看，大哥，你看嘛。哦，这是红花椒是吧？对，红又红又香，你闻一下嘛。嗯，味道浓得很，挺香的。然后很好嘞，这两天是采摘的。那你是只有这点吗？大哥，你想要好多？你要是有多的话，我也是可以收的。多得很，家里面还有吗？对，都是这种吗？对，都是养的。那你就带我去你家里把那些都收了吧。大哥，是不是真的呀？真的真的。哦，太感谢你了，感谢，没事没事，感谢。相信你还在这里。